好庆，新模式将军逃脱终于和大伙们见面了。目前是个现实玩法，通过竞技按钮点进去，里面的僵尸都带有不同的增益效果。本次是豌豆主题，根据豌豆粒子弹的输出蓄能，召唤豌豆鱼打败僵尸。总体奖励来看，其实还行，有稀有的超级装扮大嘴花可以拿哟。这个玩法和原神深渊一样，就是用16个植物组成两个队伍，上半场和下半场分别在限定时间内抵御僵尸的袭击。同时在进入局内的时候，点击右上角可以查看这局来的僵尸的类型和僵尸头上的增益情况。朱信这边测试下来，比较推荐的平均套是这样的，但也建议玩50多天要一定配置再去打。空的卡槽可以随意切换成其他的，比如配置高点的选三线天使魔音蔡文湾的迫击炮，破人的话用油菜花、有基因的火龙草都可以。第一个阵法核心就是狂种植豌豆射手触发豌豆雨，我这边大号配置很高，一阵我特地把原始向日葵基因、豌豆射手基因和火炬装扮都卸载了，照样都打得过。多余的一个卡槽可选三线天使这种速刷类型，前期就是赌博原始向日葵大招斩阳光、石兰花和番石榴针对前期输出不够的情况，然后疯狂布斩豌豆射手，五阶技能就是锦上添花，等那个多余的阳光还不如落地开打。后期全屏五阶豌豆射手加火炬基本上威胁不大，如果有危险继续用石兰花和番石榴救命。最后一波的 boss 可以选择用大招卡裂缝，注意上方的旗子，到最后一波出现一大波僵尸来迎的字幕之后三秒，在369列裂缝出来的位置放个开大时区时间长的植物，就可以卡掉裂缝了，避免精英僵尸出来。当然卡裂缝我只建议卡一次，不然分数不够不容易拿满星。就算要硬打的话，就要用番石榴之类持续火焰输出类的植物去破防，两大豆全部给豌豆射手，毕竟韧性条只和植物攻击频率、元素属性攻击有关系，和攻击力没有任何关系。比如用番石榴、无间圆弯以留下的岩浆去打，韧性条一破，剩下的不过是无双万军驱手罢了。既然第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阵法都可以过去，第二个阵法有五阶圆弯难度真不大了，毕竟遗留下的岩浆是火焰持续输出类型，很克制 boss 的韧性条，芦荟三阶完全够用，三叶草能吹迷雾，还可以吹飞弹跳板上的僵尸。空的两个卡槽包括辣椒投手可以换成任意速刷类型植物，或者破刃火焰类植物，比如魔音蔡文天使三线都可以。三叶草吹迷雾查看僵尸的出场情况，芦荟配圆弯硬打输出，全息的核心就是针对植物僵尸避免子弹打掉后方植物。最后的 boss 就用圆弯开大，用五阶技能岩浆去打。大家觉得这个模式怎么样呢？这个模式的算分其实有一点国际版竞技场的味道，但给朱信感觉整体本质就是多了个双队伍没有下一波按钮的换屏秘境，整体没啥特色和创新，关卡简单点困难点我反正都支持，只要不是冰河再临这种垃圾离谱的难度，奖励确实特别不错，如果后面要出请继续保持，谢谢。但整体模式给我感觉就是欠打磨，缺创新，缺明显的特色。这个模式的名称我原本以为听这个名字是偏向解谜方向的，比如限定几个植物池子选一到两个植物这种玩法，但感觉这个名称和这个玩法有点南辕北辙，听说后面还会继续改善这个模式，比如加入全服排行榜之类，希望能开发出别开生面的玩法并维持这样不错的奖励吧。好的，我是朱庆，赞粉下期见。